他比小马可带种。Oh, yeah, mommy, 你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所以先别吵，闭一下，我先做个白日梦。KDX 的，能透视、啊。喂，我的气势快放下，我今天心情很差。就你心情差了，我心情也不好。你们两个自己先把自己弄一盘嘛。哎，老规矩，谁惨谁吃。老外先。What do you do? Fine. Thank you. And you? Mom, Chuck has this for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Happy? Happy. So, Chuck, are you still living in my daughter's house? Mom. We talked about this. Happy birthday, Mom. We have a gift for you. Wow. Oh, yes, it's a Hermes. We know you've wanted so much. That's why we bought it for you. And you know, they don't sell it anymore. But I got a friend who has a friend. And that's it. Thank you. 你说你什么时候告诉你妈我一点英文都不讲了 Chuck. 啊 You should learn from Thomas.Oh, yeah. Oh,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learn something, just ask me, okay? Okay. Okay, cool, cool. But first, can you give me some champagne, please? Champagne. Huh? Yeah, champagne. Okay, okay. Yeah. Oh, no. Champagne.你说什么？哦 ，shit！ 查克！啊 ！shit！ 我的衣服！啊！真是的！妈，这是查克给你的。明天又是他妈的生日。Do you want more cheese？ 一天没了。他问你要不要多一块 cheese。听得懂吗？会不会讲中文？会啊。归我了。我还没讲呢。喂？没有啦，我在洗车啊，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啊。猜猜我是谁？老板娘，你不要再闹了。哎呦。怎么那么快就猜出来了？老板娘今天很冷哎。那今天就停水啦。哇！哎，你看你，哦，啊哈哈！你看你，好有型啊！对不起。你看你。都把我弄湿了，而且很湿哎！不管，你要帮我擦。老板娘，我要洗车。看一眼，来，哎，老板娘，很好看的，来，我不看。那参观嘛，参观就好了，来，参观一下。老板娘，你不要这样子啊！
那算了，我也不想看你，反正我都看过了。为什么你看过啊？你之前洗澡的时候我都看过了，所以我看过你，接下来就是换你看我嘛，这样才公平，对不对？来来来，一起。哎，老板娘，你看我，拜托了，不要，老板娘让我逮着了啊！我不过去买个布丁，你就给我偷人了。我今天一定要跟你离婚，而且啊，赡养费一毛都不给你。你为什么要勾引我啊？啊？你们公司高层主管一直勾引我，我要告你精神赔偿，我要跟你离婚，而且你要付我赡养费。你身上是什么味道啊？这不是我的香水味耶。都他，都你，都他，他女朋友身上的香水味真浓，而且还臭。我警告你啊，下次叫女朋友不要用那个牌子香水，都他。不要再勾引我了。还有你啊，不要再被我抓到，下次再被我抓到的话，赡养费让你看到死为止。想都别想，老子啊一毛都不给。哎呀，好了，别你别洗了。不是，我说你啊，你啊，你怎么回事啊？他要就给他嘛，你怕什么呢？你怕你没有是不是？你年纪轻轻，很多嘛。你看，都长痘痘了你。哎呦，不是，我跟你说，下次如果他还要，你就给他，行吗？你养这么久啊，你学习力怎么这么差，都搞不懂你上火啊。你说要给我当经理，结果叫我去洗车买烟，他老婆还是勾引我，我根本弄不下去好不好？老板娘我 OK 啊，改天介绍给你。哎，你有没有在听啊？我先吃了。哎，我还没讲。敲一点，敲一点。哎，脸上笑漂亮哦，漂亮哦，笑笑笑，别忘记笑容啊 ！hold 住 ，hold 住啊！哎哎，来来来来，喝起来！哇哇哇哇！对对对对对对，哎，就是那条阿基里斯腱，对对对对，把我拉出来一点。哇，好啊好啊好啊！哎，对对，笑容、啊。今天很开心采访到凭《断腿三》获得金兔子奖最佳男主角的小海。Hello， 小海。Hello， 你平常也喜欢健身吗？没错啊，我平常也很喜欢健身，而且我也很。我们继续吗？对对对，没错，我平常很喜欢健身，我也很提倡大家来健身。小海，那你会跟观众讲一下你平常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呢？真的好羡慕你可以跟小海一起工作，他真的很帅。帅？哪里帅啊？就是个娘娘腔啊。其实你知道超没用，平常都是我在保护他。你什么时候保护我？每一天啊。每一天？对啊。我忘了啦，你知道的，他在那个圈子里可是天才。没有啊。怎么会不高兴呢？你说说看，大家多喜欢，为什么会这么讨喜呢？你现在是不是生气？没有。生气就娘娘腔哦，为什么要生气呢？你看。总有一天，我一定要让他知道谁是他爸爸。喂。把我的气势放下。为什么？告诉你，我他妈不会讲英文，每天都有那么多的老外管我问路。你知道每天有多少男的要回他们家帮他打屁屁？什么飞机吧？我打你个飞机头！我警告你不要再弄我头发。为什么不能弄你？对，为什么不能多打钱？我警告你不要再弄我头发。司机有弄就弄，这打你！不要吵了，不要吵了，这是店里招待。就说跟我出来有好处吧。有没有水啊？有啊，张嘴。哎，给你最后一，让你别乱喷呐。肚子好痛，我要去大便。哎，哎，等一下，我也要大。
等一下，来不及了啦！哎，小海，你今天让你在野外拉屎吗？我偏要在野外拉屎，才是真男人。刚有光，是不是狗仔？帮我看一下是不是狗仔？狗仔要来拍我们了，要上报纸哎！搞不好还可以上康熙耶！靠，不要闹了，事情真的很严重啊！等一下，等一下，他们看起来好像不是狗仔。枪没有血啊！是在杀人。我真的憋不住了，塞子，他要被发现会被杀掉。像马克呆虫 Oh dear mommy， 你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所以先别吵你拼一下，我先做个白日梦。谁说 Kiki 一定要粉红，谁说摇滚一定要摇头，谁说好死不如来着火，我要火要认真火，要死要死的快活。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算什么？只怕自己没种。 Hey everybody， 想做就做，别只会说，是用功只是说说，万团大会我都要你做。